振荣，恭喜许振荣，今年是他的第十座最受欢迎男艺人，也就是明年你就是我们的超级红星。又一位超级红星在明年要诞生了，第十座，恭喜荣少。谢谢张柏芝，谢谢怡凤姐，这些座都要排到这样后面了吗？真的是有一点小紧张。在这里要非常感谢这十多年来一直呢都陪在我身边，然后呢一直都很支持我的朋友。不管是之前在网上然后为我投选或者拨电话支持我的，我觉得在这前半生很多人给了我很多很多的东西，那拿到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。希望呢，我可以和午夜媒体的团队，还有所有对娱乐圈呢，希望能够回馈的朋友，一起把下来的这后半生，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以内，为本地的娱乐圈做出一些贡献。最后呢，要代表 Aloysius 借这个机会，因为现场直播，所有的新加坡的朋友、国外的一些朋友都看得到。真的要非常感谢你们对他的爱戴，对他的一路相伴，谢谢大家。